你们好好哦，我真的超感动。啊，你在哭吗？没有，只有女生才会哭。我是男主汉，我终于明白，我不需要蛋糕来庆祝。虽然有蛋糕也是不错啦，但我宁愿你们爱我。真可惜，乔达，因为我猜现在这个就要拿去丢了。拜托啦，蛋糕弄到胸毛了啦。草莓蛋糕，原来你真的有在听我说话。哦，是啊，听一点点啦。这真是这辈子最棒的学徒感恩节。吃吗？来吧，吃吃看。修威哦，大地震来了啦。贝尼，我到处在找你。啊！够了，贝尼，现在马上给我回家，客人们都在轰趴上等你。不，乔达一起去，不然我不走。你说他很脏，不能去我们家。现在他洗干净了。好吧。我也可以去吧，可以吧？没关系吧？耶、yeah, ！这真是这辈子最棒的学徒感恩节。走开，恶心死了。好了，乔达，哪有事事都是顺心的道理呢？欢迎享用卡通频道为你准备的新鲜桃子汁。那不是桃子啦。那是什么鬼东西啊？不要，我的帅脸。